人家觉得，哦，这个时阵大家行到这个油啊园吼，文旦园内面哦，伊个产品浓浓药花香，即使戴口罩也没有用，哦，还是闻得到，哦，啊，所以咱知影讲这個，哦，就是咱的特色。其实有人说桂花香、玉兰花，我觉得药花最香，哦，那但是其实这个啊油啊，唔那是哦，咱会当食。以外，制品加工品，哦嘛，愈来愈啊，愈来愈吼，愈济，啊，这真感谢咱毛岛农会，吼，以及啊各位大家的用心。